壓力咧，對於我哋嘅情緒、行為、思想咧，都有影響嘅。我哋咧係照顧患者，同時咧，我哋會遇到咧唔同嘅挑戰。當我哋咧認為我哋冇足夠嘅資源同埋能力去應付呢啲嘅挑戰或者困難咧，我哋咧就會產生一啲壓力或者負面嘅情緒。呢啲壓力咧會導致我哋有一啲嘅行為啦，例如抽離啦，避開一啲艱難嘅處境啦，批評對方啦。或者咧過分保護等等，事實上咧，照顧者嘅壓力咧係嚟自好多方面嘅。咁呢一幅圖咧就係講緊咧，當壓力過少嘅時候啦，我哋可能達唔到表現啦。咁但係當壓力積量嘅時候咧，其實係幫緊我哋有好嘅表現。即係咧壓力過多嘅時候，亦都係會影響我哋個表現嘅。咁即係話咧，壓力咧係冇話一定係唔好嘅嘢嚟嘅，佢可以咧係鼓勵咧我哋去做得有更佳嘅表現嘅。嚟自多方面嘅壓力啦，喺照顧患者或者康復者嘅時候，當事件咧發生，咁我哋咧係會咧作出咧判斷咧呢個事件咧對我哋有冇威脅嘅。咁如果認為咧有威脅嘅時候咧，我哋會諗一諗咧自己點樣應付。如果我哋覺得自己冇辦法去應付嘅時候咧，我哋咧就會有一啲負面嘅情緒同埋行為反應。呢個事件咧係影響咧我哋去點樣諗咯。其實咧，同一個事件咧，我哋可以有好唔同嘅諗法。呢啲嘅諗法咧，亦都影響我哋點樣作出一啲嘅行為啦，或者咧心情。壓力咧可以嚟自多方啦，譬如經濟方面啦，照顧家庭方面啦，或者照顧患者方面。咁如果患者本身家庭支柱咧，佢有事嘅時候咧，佢可能做唔到嘢啦，冇咗份糧啦。家庭咧就需要再諗一啲方法咧去謀生啦。咁呢個時候可能自己一方面要照顧，亦都要去揾工，或者咧係其他家人咧都要去為經濟咧去諗一諗解決嘅辦法。喺照顧家庭方面咧，可能患者本身咧之前係照顧屋企大小嘅事，可能係煮飯、洗衫啲家務啦，又或者照顧某一個譬如老人家或者小朋友等等。咁於是乎喺佢患咗病之後咧，佢依啲嘅家務或者照顧人嘅責任咧，就會落咗喺其他家庭成員嗰度啦。咁喺照顧患者方面咧，就係、是、當患者咧病嘅期間啦，康復嘅期間咧，受到自己嘅病徵啦，或者藥物影響啦，或者情緒有起伏啦，咁呢個時候咧，家人咧都要去為住佢嘅情況咧去照顧啦。去找資源啦，或者咧係佢每一日可能佢做唔到應付唔嚟嘅一啲嘅自理啊，或者係起居飲食啊，都要某程度上面嘅幫助佢。有壓力嘅時候咧，大部分即係一般嘅情況咧，都會有以下一啲嘅反應。大家咧都可以咧學咗之後咧，去幫助自己去觀察啦，或者觀察到你身邊嘅家人朋友噶。咁喺心理方面咧會有。頭痛、身體顫抖啦，肩頸會痛啦，肌肉繃緊，口乾啦，胃痛啦，腸胃嘅問題啦，例如腹瀉啊、便秘啊，咁有失眠啦，有胸口痛啦，無力啦，增加或者減少食欲咁嘅等等。咁喺情緒方面會感到擔心、憂慮啦、內疚啦、焦躁啦，可能會容易猛啦，或者憤怒啦。抑鬱啦，頻繁嘅哭泣啦，感覺到無助啦、孤單啦、冇價值啦，自己覺得自己冇用啦，坐立不安等等。咁特別咧，憂慮嗰度咧，都係會成日諗住一啲咧未發生嘅事咧去擔心嘅，例如未發生嘅下個星期啊，或者下個月嘅事啊，或者咧關於比較生活上面嘅事咧，諗得好大同埋好嚴重啊咁樣。咁思想咧有注意力唔集中啦，發惡夢啦，學唔到新嘅事物啦，因為佢難集中嘅關係，對於新嘅事物咧或者學習咧係比較困難。